原本上次那个摆摊的模式还可以啊，今天我们又准备摆上山模式，卖切八刀的那种卖。比如说我没摆，我是叫那个老哥带他摆，带回来之后他以后就自己摆。时间还早，9点钟不到，我们摆摊就摆2个多小时就开始就结束了，差不多3个小时吧。哎，因为我们家里很多壳子，有时候我们要拉货啊、批发呀，没空摆。我们要把老哥教会，教他怎么摆摊啊，怎么跟人家沟通啊，怎么分型号啊，怎么介绍各小伙子之后，以后也一个人他出来摆的话，找个人合伙，我们就不出来了，我们就做什么电商什么批发的，搞大贸易，还搞小贸易以后。一哥，今天还有可能像昨天那样爆仓吗？应该可以吧，产品还是昨天那个产品，看人流量，看一下什么情况。对呀、这么多人流。开工了，开工了。那边放一点。手机壳10块3个，10块3个。还有箱，还有箱。好，这边放一点。全部13个，像材质的。飞灵壳。手机壳10元3个。全部13个任选。飞灵壳。手机壳。重报了14个都有，随便套随便试。没有。拿个，把这边拿个的。苹果的，全苹果的。全部是苹果。有啊，这里面有啊，苹果是有大把的。苹果14个，你看，当然这个胶带的就是苹果14个。苹果14个不怎么，两个鞋子就是，就大一点就是。你看到了这个胶带的，基本就是苹果14个，就是苹果。苹果14个新款，好多有大把。14元3个选，手一颗10元3个选。看一下手一颗10元3个选，手一颗10元3个选。透明的、皮的、小飞、小皮羊的啊，飞轮盒都有啊，随便挑随便选，拿个黄色买哪一个啊？不喜欢的千万不要买啊！你看这牌子，哪个不要大几块？我的飞灵壳随便一个都120块的，还有皮的毛的都有。大家手一颗13个选，手一颗13个选。你什么型号嘛？11吗？13有很多呀。12也有，要找。这不13吗？这13呢？这13呢？他找，妈的，蛮下面的。手机壳，手机壳，13个，手机壳，13个。三坨了没？手机壳，13个，手机壳，这13那个。看一下，13个的选。13个，手机壳，13个。13个的选，13个的选。手机壳，13个。13个的选。从八到14每个都有啊。手机壳10元3个，手机壳10元3个。自己买，自己找，自己试。14P 有要找的，大的就是，这个不是14P 吗？的，这14P。这也是吧，这个也是吧。等一下，你看这个是写字的，它有的里面写字，看没有？这个飞灵壳好玩的。手机壳10元3个，手机壳10元3个。哎呀，要捡漏就要找，不捡漏就不要找。10元3个，手机壳10元3个。哥，要不13婆了，14婆了。手机壳10元3个。13个的选，13个的选啊。10元3个，手机壳。随便挑，随便选。随便挑。透明的、小皮羊的、飞灵壳都有，飞灵壳都有，随便挑，随便选啊。自己找是最好的，不要人家帮忙。大家手一颗，13个的选，手一颗，13个选。大家手一颗，13个选。透明的啊，小皮羊的啊，飞人壳啊，都有啊，全部一个价，哪个划算买哪一个啊。不喜欢的就千万不要买。
现在正在营业中，有没有需要过来买手艺壳的兄弟们？看到没有？